蒋清华就不到100公斤了，大概70-80了。可是重点是底下，它底下一定要封。你像我们那个就是那种周流式的，底下会挺，上面会推，像这种变成有很多东西都从这个空气已经给它跑掉去了。对啊，你说对了，我都懂了。你说底下？对啊，关个两英寸半的洞啊，你啊，那个洞而已。嗯。那一个洞你会进，那个这个洞你会进。然后电压现在是100，100伏。100啊，对啊，现在100伏。